好，我们来看这一题。如附图，直线 AB 平行 CD，AB CD 互相平行，四边形 EFGH 是正方形，EFGH 这是一个正方形。好，角一的度数是角三的2倍少15。角一的度数是角三的2倍少15，那我们就假设。假设角三是 x 度，那角一的度数就是角三的2倍。好，角一的度数就是角三的2倍。好，x 乘以二，角三的2倍，比角三的2倍还要少15，那这就是角一的度数了。好，那它题目跟我们说，EFGH 是正方形，正方形四个角都是几度啊？90度哦。好，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大平角，180度，对不对？好，180度，那是不是角三再加上角一再加上这90度就是180度？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列式了，角三加上角一。然后再加上这个90度，加起来就是一个平角180度。好，整理一下哦。好，这个是3x，90减15等于多少？90减15，75加75等于180。3x。180、75移过来就变减的，好，那就变成105咯。x 就变成多少呢？好，35，x 是35。那角一，我们来看角一，它要求角一，角一就是2x 减15，二乘以35减15，二乘以35是70，70。减15是多少呢？55度。好，那接下来求角二。那我从这里呢，中间画一条平行线，这叫辅助线。我画辅助线给大家看。好，这辅助线画过来，从这个 F 这个要经过这个 F 角的这个顶点，然后画一条跟 AB 跟 CD 都平行的线。好，我们来看了哈。以这两条平行线来说，这个就是截线。好，角一是不是会等于这个角？然后呢，角二会等于这个角，所以这个角就等于角一加角二。那这个角是90度，角一也知道了，我们就用这个90度去减掉这个角一，就是角二了。所以呢，角二要怎么求呢？是不是就等于90度减角一？好，90度，我们刚才角一算出来是55，减出来是多少？那就是35咯，就是35度。所以我们写答：角一等于55度，角二等于35度。